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议程由县府地方税务局农业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首先请地方税务局李玉芝局长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理事先生、媒体记者先进、农业处罗处长、与会的各科室主管，大家早安，大家好。新丰贵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由本人率同本级各科室主管前来报告近半年来税监稽征工作情形，倍感荣幸。在报告之前，循往例先介绍本级服务团队各科室主管。第一位，土地税科科长曾敏琪。第二位，财产税科科长邱月霞。第三位，法务科科长李郭贤珍。第四位，企划科科长李秀琴。第五位资讯科科长廖美惠，也是我们的议会联络人。第六位义理分局主任苏丽华主任。第七位行政科科长龙厚平。第八位会计室主任刘素美。第九位人事室主任张静元。第十位政风室主任因病住院，由科员 李小娟代理。好，回顾过去半年承蒙贵会鼎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未来仍希望各位议员理事先生能够继续对本级的爱护，使各项税监稽征业务都能顺利圆满推展。本级105年4月1日至105年8月底止的工作概况，已列入花莲县政府工作报告第291页至339页中。现仅就各项税收概况及重点工作执行情形摘要补充报告如后，敬请指导匡正。首先，报告地方税监分析概况。105年度地方税各项税间收入，经核定前年预算数为338,426,007元，含土石采集景观维护特别税及矿石开采景观维护特别税预算数2,8283,000元。105年度截至10月底止，地方税各项税间
实征金额为24亿1512万4000元，达前年预算数的71.36%。以去年同期比较，其中土石采集景观维护特别税成长幅度最大为67.63%，次为地价税成长58.16%，印花税成长4.3%，使用牌照税成长2%，房屋税成长1.87%，遗乐税成长1.09%，土地增值税、契税则呈现负成长，矿石开采景观维护特别税微幅的减少。在职报告开征地方特别税及积极清理欠税，增益地方财政库收。开征本县土石采集景观维护特别税方面，105年度前年预算数为1亿3283万元，截至10月底止，实征金额为8237万3000元，达预算数的62.01%。自96年10月起开征至105年10月底止，已征取5亿1975万5000元。开征本县矿石开采景观维护特别税方面，105年度前年预算数为1亿5000万元，截至10月底止，实征金额为1亿4053万5000元，达预算数的93.69%。自98年1月起开征至105年10月底止，已征取9亿3231万8000元。在此也要特别感谢议员李氏先生对本年度更续及重新制定土石采集及矿石开采特别税的大力支持指导。土石采集景观维护特别税于4月1日起接续实施。另外，重新制定的矿石开采特别税部分也于7月1日开始实施。至于积极防止侵欠、清理旧欠工作方面，为维护课税公平，本局加强执行年度各项清理计划，积极办理缴款书送达及欠税案件起证作业，并利用各种方式办理催缴清欠作业。本县地方税欠税截至10月底止，合计欠税78662件，金额5亿1572万2000元。经积极清理，1月至10月底止征起欠税42606件，金额2亿6568万2000元，累计至10月底止欠税上欠36056件，金额2亿5004万元，本局将持续的积极来清理。接着报告本年度4月份使用牌照税及5月份房屋税的开征作业。办理105年使用牌照税开征作业方面，105年度使用牌照税计开征105926辆，查定税额为8亿4393万6000元，截至105年10月底止，已征取7亿8460万1000元，争取率达95.61%。那105年的使用牌照税前年预算数为8亿1110万4000元，截至10月底止，实征金额为8亿5642万4000元。已达前年预算数的105.59%。第二报告的就是办理105年房屋税开征作业方面，105年房屋税开征92984件，查定税额为4亿9601万3000元，截至105年10月底止，已征取4亿9007万5000元。争取率达98.8%。105年房屋税前年预算数为4亿7536万8000元，截至10月底止，实征金额为4亿9742万9000元，已达预算数的104.64%。
紧接着报告创新便民，积极提升服务品质。本局长期以来致力于为民服务品质的提升，秉持专业效率、创新服务的核心价值，以客为尊及爱心伴随的服务理念，创新实施各项便民服务措施。第一，有关远距视讯的服务，为体恤纳税义务人申办税务案件的舟车劳顿，分别以光复、丰滨、秀林、凤林、寿丰、万荣、瑞穗、玉里、卓溪及富里等乡镇公所设置税务远距视讯，民众申办税务事项，乡亲免亲赴本籍，透过视讯的传送即可获得在地服务，有效提升服务品质。此项便民措施深获民众的好评。105年1月至10月底止，已受理了5759件。第二者，受理零等待预约服务，受理民众以电话、传真或网络方式申请房屋税籍证明、使用牌照税、房屋税、地价税补单及当期缴纳证明等申办事项，于约定时间至本局全功能服务柜台取件，免除等候时间，落实简政便民措施。第三，有关税务健检的一个服务，本局将分属各税目且攸关民众权益的租税优惠措施、财阀规定及相关便捷服务整并，民众只要携带身份证至本局全功能服务柜台查询、补单、退税、结税，一次办妥，可避免因不按法令而错失享受租税的一个权益。第四，提供更多元缴税管道，便利民众完成纳税义务。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除可利用金融存款账户转账缴税、自动柜员机、网络、信用卡、便利商店、电话、语音、金片金融卡缴税外，本局更因应纳税义务人使用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行动装置非常的普及，创新于开征期间可透过 APP 行动装置扫描缴款书的 QR Code 专区的行动条码至缴税服务网站，即可随时完成缴税。另外，方便民众查缴税，本年度更新增了以自然人凭证及健保卡线上查缴税的服务，纳税人无需至银行排队缴税，缴税方式更多元化，免除往返奔波之苦，增纳均便捷。接着报告，主动办理低收入户免征房屋税，为扩大服务层面，落实便民服务，主动依本府社会处核定之低收入户名册，逐笔查询房屋税籍阻挡，如符合低收入户住宅者，主动发函纳税义务人减免他的房屋税。105年1到10月底止，主动免征的房屋税总共有131件，减免税额为139000元。接着报告，积极推动地方税网路申报，建置地方税网路申报系统，提供6个税目线上申报及列印缴款书等全年无休一化便捷服务，申报人透过网路即可完成地方税各税目申报及缴款书的列印。地方税网路申报系统经积极推广，网路申报件数快速成长，105年度地方税网路申报比例截至10月底止已达91.1%，执行绩效优异，本局将持续的推广。第七，运用科技提供丰富多元资讯及多项申办服务，本局全球资讯网站提供税务法令提库便捷服务措施，申请书表下载、网路缴税公布栏及最新讯息等资讯，民众上网即能申办税务事项。另更建置本局脸书专页及 LINE 的生活圈官方账号，
及时发布各项租税宣导活动及税务讯息，提供民众零时差、零距离、全年无休且全方位互动式的网络沟通平台。以上报告是本局近半年来之业务重点及工作概况。面对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税务工作也与时俱进，本局始终秉持爱心办税的服务理念，积极配合贯彻宪政目标，持续的研究创新，提供民众更快速、便捷、有效率的服务。我们相信坚持创新、专业及服务是对纳税民众最好的承诺。今后我们将继续以永远跑在前头、用心为你设想的精神，竭诚提供优质的服务，以达顾客满意、安心缴税目标，共创征纳双方和谐的新境界。希望我们积极以热忱的服务，能够让洽公的民众心悦诚服的缴纳税款，努力以提升为民服务品质，以营造和谐的纳税环境，协助纳税义务人完成纳税义务，为待改进之处仍多。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随时鞭策指导。报告完毕。最后恭祝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地方税务局李局长的工作报告。现在请农业处罗处长上台工作报告。张副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先进，以及议会赖秘书长及议会各位主管，以及我们花莲地方税务局的李局长以及各位主管，还有媒体记者先生哈、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到议会来报告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大会农业处哈、啊、近半年来的工作的一个情形哈、啊。以下呢就针对农业处有十大的一个业务范围向各位委员报告跟议员报告。那如果有未尽适宜之处啊，上请议员多多的指正啊。第一个部分是农业行政管理跟辅导的业务。那那依照往例啊，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处内的相关的同仁。好，第一位是我们张副处长张仁志哈、啊。第二是我们洪继正哈、啊、洪永仁。第三位是我们农政科的科长周煌科长。那第四位是我们保育与林政的邱科长。再过来是我们渔牧科的黄科长。这个是我们运销科的吴科长，我们景观科的吴科长，水保科的陈科长，另外是我们农工科的郑科长，这是我们水培所的邱所长，这是防疫所的黄所长，另外还有我们肉品市场的施总经理。就回到我报告的一个业务范围哈。第一大项是农业行政管理跟辅导的业务。那这个业务呢，我们分成活化农地及粮食增产，还有农粮品的一个报告。第三点呢，我们就报告肥料管理的一个情况。第四点呢，是蔬菜果树特用作物的一个推广情形。那第五点呢，我们是报告农渔会辅导的一个业务。那有关活化农地跟粮食增产的部分啊、哦，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大概只有30%几。那目前中央政府这边是针对相关的休耕田，能够积极的鼓励来做复耕。那
对于进口替代的一个作物啊，能够积极来鼓励农民来种植哈、啊，来减少进口的一个依赖。那中央这边配合的相关的计划呢，有包括调整耕作制度、国化农地计划，还有小地主大专业农的经营计划，以及水稻粮食繁殖更新的计划等等，这些相关的计划呢，县府地方呢都来积极的配合，借由这些计划的推动，来提升我们本县的粮食作物跟品质以及产量。第二点是农情跟粮情的一个调查，以及灾害的一个救助的一个执行。那农情跟粮情的一个调查，是对整个政府推动农业政策相当重要的一个资讯。那本府呢，每个月都会跟中央定期的来办理，召开相关的预测会议啊，以掌握这一个农情跟粮情的一个情报。那有关灾害的部分，今年七月的尼伯特台风，那在本府以及中央驻地单位跟各公所积极的勘灾不眠不休的执行之下，尼伯特部分呢，本县灾害的现金救助的核定金额是431万，那受灾的农户呢有78户，受害面积是101.多公顷。另外也有所谓的农田流失埋没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总共救助面积是1.75公顷，那救助的金额是13万余元。另外后续有办理梅基台风跟九月的灾害的部分，那目前呢截至昨天为止呢，总共受害的面积统计有1076公顷，那户数有1354户，那救助金额呢也5500万元。另外在肥料管理的部分，配合中央在执行的国产有机质肥料的推广，总共呢在今年度有推动了625公顷，那分别补助有6公吨的这一个有机质肥料的，是每公顷补助9000元。另外执行这个有机质的这一个有机的肥料的部分呢，是每公顷施撒9公吨，那每公顷补助2万元。好、哦、那另外呢本府也有办理全国唯一这一个实施对地补贴的一个有机质肥料，每公顷补助1800元。另外在今年度呢，我们也奖励我们的瓜农不要使用这个生鸡粪的部分，也补助了哈相关的一个肥料。那另外呢，在今年度的这一个资材肥料的补助啊，总共申请户是5800多户，那面积有15500多公顷。这些肥料目前呢已经在陆续配送当中，那我们预计在11月底，最慢在12月初，我们就可以把肥料完全啊送到农民的家里。那另外蔬菜果树特用作物的推广部分呢，本府也是配合农粮署的相关的推动的计划在执行。那这边有包括蔬菜现代化的一个生产设施计划，有植物种苗产业的辅导计划，有新植油茶的计划，还有杂粮特作的优质化的计划，以及槟榔肺炎这个转作的一个计划，以及台湾名茶的这个推动的一个相关计划等等。那这样借由这样的一个推动呢，来减少我们山坡地的一个超限利用。那另外本府也办理这个种苗的一个业务的登记哈，那也来查验这个种苗业者在市售种子的品质哈，那来确定呢，来确认我们相关的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那第五点是农会跟渔会的一个辅导业务。那我们知道明年就是我们这个农会跟渔会啊相关这个干部的一个改选啊，一个改选。那这个部分本府也在这个礼拜受理各级
农会的这个总干事的候聘的一个登记。那我们也积极来辅导农会，定期办理相关的一个会议哈，包括这个农保、老农津贴、会员的这相关的一个审查，以及人事评议、改选工作以及事件加政等等这些业务。另外，我们也定期到信用部去办理他的财务稽查以及各项业务的考核。那另外呢，我们也补助各农会办理相关的振兴事业，包括它的产制、除销等相关的一个生产机具等等，以及农业推广、教育训练，我们都依照农会各地的一个需求来办理补助。那第二项大业务是自然保育跟林政的业务。第一点是我们为了要来绿化我们整个花莲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持续推动办理各项的一个造林计划。那截至到10月20日为止啊，已经完成造林，并且持续办理之前所造林的辅役工作，面积达到1801公顷。那另外对于外来入侵的动植物，我们持续来办理相关的防疫措施哈，以及来收购这个小花曼泽兰的这个业务哈。那今年度呢，我们预定收购的数量是108公吨，目前这个业务呢也已经接近尾声哈，已经快已经接触收购结束的一个阶段。那第三点是，我们兼顾野生动物保育跟原住民传统文化技艺的需求，我们受理了本县各部落申请原住民传统文化技艺猎捕野生动物。我们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我们会简化相关的行政的流程。那到今年的10月20日为止啊，我们已经受理的相关的申请案件有22件。那第四点是推广自然保育跟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的业务呢，本处也补助了野鸟协会，还有栖地保育协会啊，相关的这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宣导以及教育的一个活动啊。那第五点是为了推动野生动物保育的工作，我们也办理了野生动物的一个救伤，总共有7件，那成功的野放有16件，那另外危害农林作物的防除有6件，那另外本县呢，鸟兽、水族还有山海产的一个饮食以及中药及爬虫店，我们也去稽核了15店次，那另外也审查了协助研究单位申请调查利用野生动物有21件。那完成保育类跟野生动物的定期查核作业，那远雄海洋动物呢，动物园有31件，星光兆丰动物园有422件。那第三大业务的是鱼畜产推广的一个辅导，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一个食用的一个安全啊，本处会积极的办理水产饲料抽验计划跟水产品上市前的一个采样的一个计划。那目前呢，我们在县内呢抽验的水产饲料呢有3件，那目前是全数合格。那养殖场呢，我们也抽水产品，前年度呢需要抽12件，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抽验8件，而且全数合格。另外，我们也会在产销班来办理宣导水产饲料的法规跟注意水产品上市前的卫生安全哈。另外呢，也不定期的到畜牧场去进行抽验饲料，总计呢抽验14场的这一个畜牧场，总共检验39项次，目前也是全数都检验合格。啊，第二点就是我们海洋的一个资源啊，由于这10几年来，由于高科技的一个渔法快速的一个发展，那会造成资源的一个失衡。那为了也兼顾我们渔民的经营的渔业的需要，我们也培育了相当的渔业的资源，那让这个渔业啊能够永续的来发展。
目前呢，我们推动的这一个措施呢，包括有收购两艘的这个渔船啊、哦，那也给予补偿139万，另外也奖励修理共核发103艘的渔船跟渔筏，有163万余元的一个修理的奖励金。另外在海域的一个放流呢，我们也放流了226000尾的鱼鸟。另外呢，也划设了6处的这个资源的保育区。啊，第三点是86年呢爆发这个口蹄疫之后，那因为我们的猪肉呢就没有办法来办理外销国外，那造成呢我们的猪价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避免这个口蹄疫的疫情再爆发，那影响猪只的后续的一个产销。那我们也持续呢在今年度啊，给这些养猪户购买口蹄疫的疫苗，好、哦，那这一个养猪啊的这一个口蹄疫的抗体啊能够增强。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注射，来提高我们猪只的一个免疫力，那降低这一个发生口蹄疫的一个风险。那第四点是我们要稳定畜牧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并且提高耕地活化的一个利用。那今年度呢，我们也配合中央积极来推动种植这一个青稞薏米，让我们在地的这一个畜牧业啊，可以来食用我们在地的这一个饲料哈、哦。那我们也会教导农民怎么样来栽植这个青稞薏米。目前呢，在我们花莲这一边，尤其是以寿丰这一带种植的青稞薏米有130公顷，好、哦，那这样的一个辅导，让我们的当地的这个鲜乳的品质啊，能够获得一个提升，好、哦，减少从外县市采购进来的一个情形。那第五点是我们辅导了7户的畜牧的农民，来办理这一个早育早扎的农地肥分的使用啊，来创造我们畜牧业、农业以及我们的环境经济适应的一个方向。那目前呢，传统的养猪跟养牛的这一个管理方式是利用大量的这一个清水来冲洗这一个农舍啊，这样的情况是会浪费这个水资源，也会产生高浓度的有机的物质的这个废水啊。那我们今年呢是配合农委会的一个措施啊、哦，来办理一个早育早扎的一个计划，让这一个肥分啊能够充分的来利用，并且减少对环境的一个冲击啊、哦。那第四点的大的业务是我们农产运销的一个辅导的部分。那第一点是，我们一向非常重视食安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持续来加强对本县的食品的安全的一个把关，好，让这一个民众在食的安全之下，能够吃得健健康康。那目前我们对各个农会以及花莲蔬菜运销合作社，来辅导他们进行农药快筛的检验站的一个检验业务。那到目前为在我们县府这边呢，也会在执行相关的抽验的一个业务哈、哦。统计到今年的8月为止，我们总共检验了391件啊、哦。那我们呢，也在持续的对这个花蔬以及花莲市农会呢，来办理加强一个检验的一个工作。那以花莲蔬菜运销合作社为例呢，在今年度它的一个快筛的检验呢，已经达到24000余件。好、哦，那我们会持续呢对运送到这个花蔬的每一批的蔬果啊，都进行一个快筛的一个作业。那另外就是我们办理今年度的四颗山跟60担山的这个流花的一个补助，那总共呢办理了78公顷，那也吸引了相当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花莲这边来观光消费。那另外呢，我们也在
二期综合发展实施方案里面，今年争取到三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一个就是花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扩建，以及吉安农会保健作物的加工厂的计划，以及吉安乡以及卓溪乡的这一个苦茶油的观光工厂的计划。这三个计划呢，总共获得中央跟地方政府啊合并补助的金额是1亿3000多万哈。那另外呢，我们会持续办理在第一期的综合发展实施方案的部分。那今年度的有机农业推动呢，跟绿能示范也获中央核定补助5410万元。那另外的第四点的报告，就是在去年度开始，我们就针对全国这个实施就是针对这一个有机啊这个农业生产的相关的这个费用啊，本来应该由农民来负担的部分，我们率先来替农民支付哈。那也就是参加有机的这一个农友啊，相关的检验费用以及标章等等，都可以获得政府这边来全额的支付哈。那到105年的八月为止啊，受益的农户有80户哈。那持续到12月啊，我们会再继续来办理相关这一个差额的一个补贴的作业。那另外，我们也对我们辖内的这一个文旦、米、西瓜等等这一些农产品，推广到外县市去办理相关的推广的活动，那也办理的超过20个场次哈。那么第五点是农村的一个景观规划的一个业务。那我们今年在芝卡仙这边啊，也在增设了相当多的这一个滑水设施，有包括360度的旋转的滑水道，还有跳动的一个滑道等等，以及冲浪池等这个大型的一个设施。那在暑假期间呢，总计有吸引12万人次啊来入园戏水。另外，我们在芝卡县的大门这边也重新做了一个彩绘，也设置了一个 FRP 的一个意向招牌。那另外在园区内的各项的一个设施跟景观的栽植啊，我们会持续来做管养跟维护。那第二点是在美仑山生态公园的部分呢，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个增设的一个设施啊，包括这一个排水沟，我们把它增加一个行车的一个路幅，来提升这个用路的一个安全。那园区内一些老旧的灯呢，我们也把它汰换为新型的 LED 灯，那也对这个环保也增加了这个环保的一个化粪池、景观的一个拱桥、有关体健的设施、疏泄的座椅、指示牌、公布栏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一个修缮的一个工程，那包括了这一个厕所以及休憩的凉亭，以及米老鼠入口这一个牌楼的部分啊，我们都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修缮。那美化的部分呢，我们也考量了一个整体的景观啊，也种植了一些新的一个植物在上植物，来让整个生态富裕啊。那让一些比较杂乱而且有裸露的地能够重新也能够做一个草皮的一个铺设啊。另外在园区的各项设施跟景观栽植啊，我们也会在美仑山这边来做持续的维护跟管养。那另外呢，我们也办理了休闲农场内的一个农业用地的休闲相关容许使用的案件，受理审查的23件。那相关于休闲农业的一个行销辅导部分啊，我们也在寿丰、马泰安、瑞穗以及东丰4个休闲农业区来办理相关的一个创新农村体验活动跟评鉴辅导的工作。那另外，我们也持续对我们本县的相关农村社区的一个参与各阶段的一个培根计划课程啊，并严拟提报农村再生计划呢有5件。那我们也在受理这一个农村社区啊这个农村再生计划，并召开这个委员会审查有2件，那目前也核定了1件。
那第七点是我们办理农村再生区域的产业规划，那结合农会跟社区啊共同成立农村再生的一个整合智慧平台，那也推动了八个地方的一个小铺跟市集，那达到这个地产地销的一个目标。那另外我们也辅导本县12个农村再生社区来办理这些遗漏空间的环境绿美化的工作。那另外对于公告列管的松树，我们也完成了叶症病跟松柴线虫的防治，有247株。另外也完成了我们本县珍贵老树的病虫害的防治跟树木的修剪，有26株。啊，第六项这个业务是水保的一个业务哈，水土保持的一个业务。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气候变迁非常的剧烈，那我们水土保持科啊，肩负着维护我们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安全，那人民生命财产的这个顾虑啊，所以呢，我们也办理相当多的一个水土保持的相关的一个讲习啦、业务，以及透过各种公所来办理一些防灾的一些措施哈。那我们也会借由报纸，还有走跑马灯，还有到各乡镇公所去做一些先导会哈，还办理各项的一些业务的一个会刊，那让这个水保业务啊，能够在我们花莲这边能够做好，让我们的观光跟产值的环境啊，能够维持好。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维护我们本县良好的农业生产的一个环境跟粮食的一个安全，我们也防止这个农地啊被破坏或者是污染。那本府呢也针对农地管理还有农地变更、农地使用啊进行抽查及审查的管理哈，让本县的良好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相关的产业能够进驻，能够创造本县这个实质的力经济的软实力。那第七点是我们农业公共工程的业务跟相关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情形。那今年度呢办理的三民养殖区这个中央路大排的整建工程。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办理了很多的这个农路的一个改善。那另外呢这一次的一个灾害呢也办理相当多的一个灾修复建工程。那另外的对于渔业跟渔港的设施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当多的抢修的工作。另外对于山坡地的一个防治山洪灾害的这个情形，以及这些清疏的计划，我们也陆续办理了相当多的一个工程。那包括三星里的三鹰剑桥上游的一个野溪护岸工程，也办理了义里镇乐和这个安通花农义051线的农路设施的改善的工程啊，以及我们办理花莲全区定期预约灾害紧急处理维护工程有4件啊等等。那截至到八月呢，统计的一个数量办理的情形呢，我们完成了亲民跟民众及1999案件受理会刊的合计呢有20件，那也完成议员建议的一个会刊有45件，那也完成各乡镇公所会刊的一个案件有55件。那第八点是我们动植物防疫的一个业务，那动物防疫的一个执行成果啊，那在今年度呢，我们办理的这个猪瘟的疫苗注射有83000多的头次，另外呢也办理了猪只口蹄疫的一个疫苗注射有47000多头次，另外呢也办理了这一个草食性的口蹄疫的疫苗有1600多头次。另外在乳牛跟乳羊的一个结核病及布氏杆菌的一个减除的一个计划呢有2000余头次。那另外也施打了相当多的一些疫苗，以及犬猫狂犬病的一个疫苗工作哈。那包括了我们也对整个猪场的卫生消毒工作都进行这个消毒。那另外呢，对于养禽场的一个禽流感的一个防治啊，
我们也积极在督促在执行。啊，第二部分就是动物保护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成果啊。那我们总共办理了犬猫的结义有1300多只，那对于特定的宠物的宠物业的一个联合稽查的辅导啊，我们有办了29场次，另外也核发了宠物业的一个许可证有6件，另外对宠物登记的稽查有800多只、哦、等等，这些呢我们都持续来对于动物的保护啊来做一个执行。那第三点就是农作物的一个农药残留的一个监测，那我们对于啊农药的一个残留的监测也是积极的在执行啊，包括刚才有报告过了，在我们花苏这一边呢、啊、也办理了很多的集货场的一个农产品的抽检啊。那另外也对于贩售这一个农药的这一个业者啊来进行复训讲习，总共呢也有174位的农药管理人员来参加。那第九大项业务就是我们的推广这个养殖渔业技术跟河川生态的部分。那推广这一个辅导养殖渔业的技术部这个部分啊，我们都有邀这个屏科大这些教授来跟我们的养殖渔户这些进行相关养殖的技术的一个教育跟宣导。那另外我们也对我们辖内这个大闸蟹的养殖啊办理外县市的一个行销活动啊，那拓展我们行销的一个市场，那另外也获得相当好的一个回应，让我们花莲的优质的水产品啊能见度能够提高，那养殖物的收益能够增加。另外我们也辅导配售申请这些养殖户哦来办理这个养殖池塘的一个管理跟疾病的一个处理防治计划。另外我们也办理本县的这一个养殖辅导师的计划啊，进行实地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作业。那另外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高经济价值的鱼苗跟进行延伸鱼种的一个养殖试验跟复育的工作。那这部分呢我们在本县也配售各乡镇这一个饲养的养殖户啊，以赠与公家机关养殖这个鱼苗计划。那全县呢共计配售了6万多尾的这一个鱼苗哦，还有包括食用跟观赏的。那第二点就是办理特有生物的一个鱼种的一个保育跟复育，那并进行这个中间的育成计划。那目前呢我们水培所有保有21种的延伸的一个鱼种。那另外我们对水产的生物的生态调查也积极的在进行啊，那包括了我们在光复乡大兴国小的溪流的一个保育的及渔业资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计划。那在另外在渔业的产业的文化的部分呢、啊，我们的园区也持续的在做开放啊，让游客到我们的园区来做一个参观。那另外我们也会结合学校来进行环境教育的课程。那最后一项大业务是我们花莲县肉品市场的业务。那在这半年当中呢，办理的完成空气压缩机组的这一个采购招标，那金额是13万余元。那在财务管理的部分呢、啊，截至到8月31号为止，银行的存款啊含定存有5501万元。那在固定资产的净额是2910万元，那负债总额是1201万元。那在拍卖的投诉部分，那今年的4月到8月为止啊，那总共拍卖的投诉是36000余投。那电宰的数量呢，今年的4月到8月呢，电宰的投诉是37000余投。那最后一个就是在这个电宰当中会发生一些病变的一个事故，那我们也由我们中央的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啊，基隆分局花莲检疫站啊，固定会派3名的兽医师在这边驻地做一个检查，哦，让这个不合格的这一个肉品啊，
啊，不要再上市啊。以上是我们农业处啊，这半年来执行的相关各项的一个内容哈、啊。那当然有很多地方如果办理的不够周延的部分啊，还上请各位议员多多的一个指正。好，谢谢。谢谢农业处罗处长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
等工我。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请各位议员踊跃发言。尤美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啊，我还是刚才跟处长也沟通过，就是有关中南区的杀鸡杀鸭的问题啊。我是非常感谢啊，这个政府德政，希望这个杀鸡杀鸭把它纳入制度哦、啊，给它比较安全、健康，还有保鲜。可是我们中南区呢，因为人口少，所以这个愿意买机器杀鸡的这个户数不多，因为我们的人口33万，那12万户人口，你想一个过年一家杀三只，也不到100万只啊。所以中南区，譬如说光复啊、凤林也好，很多地方。吉安也好哦，杀鸡场也没有几个，吉安也没有，自学一场，总共全花莲县4场。哦、那光复乡凤林镇鸡鸭多杀怎么办？只能私下偷杀了，这是一个事实啊。哦、今天准备300只上市场，突然间多了20-30只怎么办？我们的国人饮食习惯还是喜欢拜提供，用原汁原味。那这些鸡鸭的鸡鸭户怎么办？所以农委会是一番美意，可是落实到乡下有他的挚爱难行之处嘛，不像大台北果菜市长，我一天杀了几百万只啊，花莲县一天杀几只，所以我希望处长这部分呢，还是要跟农委会报告哦，鼓励民间设这个杀鸡场外，是不是要补助他啊、哦？是不是这个要求的门槛，或是他的金额部分要来奖励一般愿意来杀鸡的一个养鸡户啊？尤其是大户，然后大家都议论纷纷了。到了过年，每个都排队排得互相清杂，啊，很辛苦。啊，有时有传闻说偷杀，当然很感谢你们经常劝导了哈。毕竟这个不容易啊哈。啊，这个我们乡下呢吃这个鸡的这个习惯跟台北市也是很多不同，所以我希望农委会中央官员呢能够落实乡下哦的一个民俗风情啊。他的吃鸭的习惯，什么的习惯，不能啊，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啦、啊，你一定要配套。那如果全花莲县100-200公里那么长的距离之外，你要如何运送新鲜的鸡，在哪里杀鸡？我想这都要考虑下去啊，不要老百姓每年只要碰到节庆，议员都很辛苦哦，就要帮忙关说，又说我们会抓器官，我不想为难你们呐、啊，可是试问农委会有配套过吗？农业处有上去来沟通过吗？我希望这一点呢，还是要好好这个赶快去沟通哈、哦。还有刚才也讲，山坡地国家产局前2年同意承租了，可是很多槟榔业者他砍掉了，有鼓励那个种茶油补助4万，那还有鼓励很多这个造林。那试问国家产局的速度有很快吗？你要承租每个都拖2年以上，所以横向沟通的速度还是不快啊。1公顷西部已经都知道了，我说你4万块种茶油，前几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油了哈，这个很劣质的商人呢，这个整个农委会有改变了。问题是，
二产局的作业速度跟得上农委会的要求吗？那农民的资讯有通达吗？据我所知，我后面才后知后觉。所以良好的美意，像我槟榔去年就砍掉了，到现在承租单还没有拿到，我山快崩下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去申请苗木跟这个申请这个鼓励我的40000块。所以这些这次姐姐对这个山川保护啊，保山育林这么重要的后代子孙，这么大的财富，农业是我希望还是要宣导，因为花莲县毕竟多山啊，很多人有意愿要转型变种这个什么茶籽啊，大号的小号都一样，要鼓励，而且要催促，也要这个国二餐局是不是赶快作业，或是增加速度人员啊？槟榔业者想砍，问题是这个 SOP 在哪里啊？还有今年灾害，我也讲了，那些财政处发现30000000，那各乡镇这几次的台风准备金竟然还升了30000000。那各乡镇要催促他，到目前为止他的速度他已经关门了，可是很多农民还在找我们，那怎么回事？联系沟通部分是不是要乡镇公所赶快去勘查，或是你们这个部分呢，土木技师或土木科这部分呢，是不是有做到这个善尽跟各乡镇来传达这个资讯？因为你们的技师太缺乏了，一年换了好几个，这个我想这个联络跟传达部分这个人事部分呢，跟技师留不留得住呢，也是一个处长需要检讨。谢谢。王彦梅议员。主席，两个局处的处长跟科长级媒体记者我们同仁请问农业处现在花莲上有几个地方有在检查那个农业残留量只是稻谷的收购价格容重量500以下的如何计算？刚才处长跟我说农粮署昨天核准说这一次水害补助的再重新调查我们玉里镇的稻谷已经收割完快一半了，不好的几乎都收掉了，剩下好的就是好的就是在大雨的时候它还没有开花的，知道吗？还没有开花，没有受到大雨去侵蚀的，所以就变成非常漂亮，所以它的容重量已经达到500以上的，你现在去检查都是好的，坏的都已经割光了，所以这个农粮署到底在干些什么我不晓得。然后就像现在要做坏人，像川普这样的人才能够当选，希望你们办川普脸对，改造政府一番。对，要跟他说啊，你假崩大米给小500容重量现在是多少？500以下，现在这一次的水灾啊拿到500的啊，没有三分之一啊，要讲，那剩下的要干什么？对，没有达到三分之一，这一些三分之二的容重量没有达到500以下的。对，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农会这个浩浩荡荡，每个人都想总干事，他妈的，这些人想总干事，到底知道股价到底是多少啊？带了这么多人来登记，真正了解农民吗？农红是哀鸿遍野啊，100斤还扣30斤的尸骨烘干量，对不对？容重量农会竟然开比一些粮商还低，那你还想选总干事吗？所以我觉得农业处应该发挥你们的自己的功能啊，不应该让人家这么的嚣张到底知道农业到底是多少？你农粮署到底有关心灾害吗？你们说灾害？尼伯勒的那个救助金额是4316105块受益农户是77户，除起来一户我们家5605块而已，农田流失补助13万3250块，受益农户30个，就只有一户只有补助农田流失的补助4442，那怪手去到惨，都爱要几万啊！你是要补助这个要干补助什么？我搞不清。我也提了两个，一个是永丰，一个是富南，到现在也完全没有结果。所以你们到底在农田流失也好，那个受灾的补助也好，到底是怎么去衡量的？我搞不清楚了何况每次在衡，你们去，就像昨天你刚才处长跟我说的，昨天的核准第一次核准
因为受灾户面积太少了，第二次再核准，但是第二次核准的时候，受灾户的稻谷全部割完了，剩下好的你当然去查，哎，拢种好啊，足好诶，所以看不到哦，看不到受灾户的可怜相啊，就像我们这一次农，这个不关你们的事，50公分才补出5000块，水淹房子50公分才可以补啊，45公分未使，这未使，要依法行政。我们前议员陈修武陈议员，整个家都淹满淹掉了，对不对？哦，清了4台的垃圾车，结果偌济5000块，干脆不补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的劳民伤财，还去量，还去比，还去申请，哦，还申请这一些那个资料，都还不止5000块嘛，就扰民，对不对？还有景观工程哦，那你有9条啊，那就奇怪了。只卡签4条，美轮占2条，七星潭占1条，高调7条拢伫花莲呐。还有你看那个什么，美轮只卡签又单独立美化工程啊，到底啥呢？美轮跟只卡签是怎么样？花莲县就只有美轮跟只卡签吗？刚才我们的处长也特别报告美轮啊，又要加盖什么工程怎么样？我是觉得啊，景观不要设计太多。自然的才是最美，对不对？结果一些都杂项执照都没有请你呢，你们为什么不去拆那一些呢？你去看你们美轮山上哪一个有合法的那个杂项执照，拿来给我看，件件都不合法，可是件件都通过，可是民众的一件就是不通过，拆，对不对？执行。不光放火嘛，对不对？百姓怎么样？那是领导的代志，我今天做官吼，我通过吼。所以我是希望哈，要站在，既然是农业处，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思考任何的事情，而不是我是官员哈，我最大，我高兴就怎么样，我不高兴就怎么样哈，这样非常的不好哈。这一眼见一会刊哈，就是这个灾害会刊45件。到底完成了几件？乡镇公所报了55件，到底是完成了几件？我知道你们可能来不及答复了，可能又要书面报告。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工作沟通协调，对不对？就意见交换，本来是要当场的交换，结果现在沦为就是都是事后报告，是觉得这很不像话了。所以以后副议长，休息时间找文件的找文件，唔好开到半点钟。让我们议员都没有直接跟他们那个意见沟通的时间吼，造成前面的做的这一些官员呐、啊，唔惊真好人啦、啊，哦，议员的讲好一年，唔才100分钟尔，何须在伊咩笑骂由他好了，啊，等到你要来求我的时候，你再来看我脸色，所以这样是不好的。既然开会吼、哦、意见交换的话，就是要得到成果才叫意见交换嘛。得不到他的答案，现场得不到他答案的时候，怎么叫意见交换？就像我们去年通过的、今年通过的景观哦，那个税一顿70块，对不对？我们明年可以增加收入10亿嘛？这是县长说的了哈、哦。财政处长是说没有10亿，但是县长哦美化数字说10亿啊、哦。那既然有10亿，为什么还要称地价税的2.1亿呢？这不很奇怪？所以我是觉得税务局哈。哦也希望为民众的这个方面来考量。我今年就很奇怪，我自己纳税了，地价税就纳了快2万块哈。我一个月啊，一个月加6万几块尔，搁我扣掉吼、哦，扣掉所得税又要10几万，又要扣掉这个地价税，我的假存着啥，就跟22K 的一样日子在过。我是希望，就是说，你们税务局已经有收了景观税10亿的时候，是不是要可以跟县长建议？尤其你现在已经除了，对不对？真除了，对不对？希望跟县长建议，不要唯命是从。我为了升官，你说什么是，要听到民众的声音，替我们老百姓哦思考，了得起吗？了不起，你官再大有何用呢？哦，拜托各位，你不是议员。好，谢谢我们的主席哦。其实那个时间够的话，其实主席都有给我们双向沟通嘛。像昨天就激烈的交锋啊，很多处长都，那两位处长都实在是都觉得非常的
这个压力很大了哈。那今天呢，跟这个我们的地方税务有啦，那个尤美昨天也是啊，表现得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今天跟两个局处来做讨论，首先是我刚刚听这个税务局报告哈，我们今年的税收其实很亮丽啦，非常亮丽，我相信明年哦更亮丽。但是呢，你们清理欠税跟罚款的执行哈，当然是你们很重要的业务啦。可是对于欠税的原住民跟生活经济不佳的民众来讲，有时候你要追讨一两万块，其实是会逼死人的啊。然后当他送到这个行政基金处的时候呢，他什么东西要被查封什么什么的，他其实对于法律的常识并不是那么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可以多宣导说，你可以做多少期的分期付款，要不然人家看到那个单子，你追税的单子或行政基金处的单子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人会想不开啊，你不要以为一两万而已啊。所以这个东西哈，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哈？这个宣导的部分哈，你要怎么样解决民众的问题？这个部分哈，请参阅一下。那另外呢，农业处的部分呢，目前呢，花莲县是把有机农作当成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啊。可是对于你们的检验呐，哈，够不够严格？那有没有落实？你不要再发生像果菜市场，它检验个一般蔬菜，对不对？像今年发生那个事情那么大，检验员被恐吓。那造成花莲民众对于这个我们到底你蔬菜检验到底严不严格？那到时候没有检验员的时候你怎么办？是不是？我们不要因为建立好一个品牌之后，因为你的检验的不能确实，或者是让民众有疑虑哦，打击哦消费者对花莲农产品的一个信心啊。那另外，请问一下，我们花莲县有没有统计过，有哪一些农友有使用过友善农法？友善农法哈，因为最近在很多地方友善农法的这个小农的农作物呢，其实非常受欢迎哦。所以你们有没有统计过这样的农友在花莲有多少？目前面积有多少？那他种植的作物的种类有哪一些哈？那另外呢，这个农渔会啊，虽然是人民团体，但是里面关系之复杂，我相信连县政府都很难搞定啦。所以才会发生这个渔会总干事突然就不见的事情，或者是这个我们花书的这个理事长又因为跟理事之间的一些。这个争执又现在又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当你没有办法掌控农渔会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你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啊，菜虫这个时候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怎么样来解决？那另外呢，下个月哦，是我们南势阿美族，应该是这个月或下个月是南势阿美族的捕鸟季又要开始了，捕猎季、捕鸟季又要开始了。你们现在说为了这个传统技艺，你有简化流程，这样非常好。我们要求过很多年哈，于议员在这里哈，我们要求过很多年。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哦，就是分布在不同部落，如果是花莲市或者是吉安乡或新城乡的南势阿美族，他去跟乡镇市公所申请的时候呢，没有一条规定啊，就是说你要去询问其他，你如果要跨区捕猎的话，你必须要去询问去这其他的乡镇市公所。但是很多乡镇市公所，如果花莲市去跟富里乡公所，富里乡公所一定跟你回复说你不能来。可是对于原住民来讲，猎场它没有行政区域之分啊，所以你这次可不可以让花莲县都成为南势阿美族捕猎季、捕鸟季的猎场？你不要让它有行政区域之分啊，其实这样非常不好啊。那另外呢，我们花东发展基金，你可不可以特别针对你县所？管辖的三个渔港，包括花莲渔港，还有那个岩鸟渔港、石梯港，尤其是石梯港，它是台十一线上最重要的一个渔港。那我们上次有跟我们处长提到哦，是不是把这个石梯港打造成台十一线，像是它不只是渔港，好，也是游艇码头港。那最好呢，里面也有这个商场或饭店。你在花东金去提一个计划，让它成为那边的一个亮点。不要单纯只是渔港而已啊，因为它现在那个比较破败，你其实是可以扩大，让它成为在台十一线上可以让人家停留驻足的地方，也促进我们丰滨乡这个部分的经济产业的发展。那另外，芝卡轩公园哈，一直是本期最重视的区块。当夏天的时候，你两个月我在附近，我住附近啊，每天满满都是人，那是成效非常好的，对于夏天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亲子共游的地方。可是其他的十个月，你现在去看看，大雨过后里面都是泥沙淤积、水淤积，其他十个月的养护其实也更重要哦。要不然你这样子哦，你看早上也是很多游览车在那边啊，可是他看到那个游乐设施没有错，可是他看到那么脏，环境那么脏乱，游客心里会怎么想？那另外哦，
这个肉品好像是明年开始要试办那个所谓的冷藏，全面冷藏。那请问一下，花莲县何时会落实这个全面冷藏的这个肉品的贩售？那你目前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没有？还有，刚刚就跟王议员讲的一样哦，这个议员啊，建议会刊45件，像我大概建议2件跟一个蓄水池，结果呢是3件的这个工程也没有办法做啊，我们也很难去交代啊，对不对？所以你除了说你有多少的会刊，你有多少的建议之外，其实你另外附到底完成多少件，我们要看到的是你完成的部分，而不是建议的部分。建议我们也可以建议100件啊。问你建议100件，你就做10件，那你的绩效是怎么样？好，以上，谢谢。郑乾隆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啊，我们张副议长，还有我们在座的2位处长，还有科长，还有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进，还有今天与会的记者先生女士，大家早哈。那最近哦，不管是在各级政府的民意代表，还是说报章杂志，都有看到我们所谓地价税调高的部分哈。我想哈，地价税的调高哈，让我们遍地哈哀声遍野哈。我想哈，我们花莲县有很多的大企业在我们境内哈，啊，比如我们中华纸浆厂，还有我们台泥亚泥哈。我想了解吼，这三大企业一年缴给我们县库有多少钱，包括它的税金的部分，还有它营利事业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部分吼，我想可以提供给本席来了解吼。那再来吼，我有听说我们今年的房屋税从7月1号新盖好的房子，就是说在7月1号以后取得的使用执照，它的房屋税是成长了1倍哈，我认为这也是不合理了哈。那我想了解，那7月1号以后所盖好的房子的房屋税会调高1倍，那早期的在7月1号以前的房子，我们是不是也有适度要调整哈？我想哈，要调整百姓的税收哈，要考虑到百姓哈他们的感受啊哈，不要一昧的。当我们老百姓是提款机吼，我想这一部分还是请我们地方税务局吼也要了解一下吼。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地价税是我们3年啊评估一次吼，那房屋税的部分是由哪一个单位来认定？我想吼要请我们啊局长吼，针对房屋税的部分吼，如果有需要再调整的部分吼。也要切实的吼来注意一下吼，不要让我们的民众吼感受到吼，物资都在调涨的，什么都在涨，连我们公家也把我们老百姓当成是提款机，地价税要调，房屋税要调，唯一就是薪水没有调吼。我想这一部分还要请我们啊，我们处长、局长吼多多留意一点吼。我手上有一个资料吼。现在就是说，补办申请地价税自用住宅税率的部分，哈，那行政院表示了，哈，地价税自用住宅税率得延长至11月底以前来申请，哈，这个是我们行政院表达，哈，那我们财政部当然他也会表达他的意见嘛，哈，那财政部的表达意见是，本年度地价税缴纳，如果有困难的民众。可向各地方政府本于前者因地制宜，所谓的因地制宜，就是说台北市的税，它的土地比较增值，比较价值比较高，收入也比较高，当然他们的税可以提高一点。那我们花莲县、台东县所谓农业大县，你要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并的计算。我想是不合理的齁，所以他在我们苏市长有表示齁，因地制宜，我想这一部分齁，我请我们局长齁充分的跟我们县长来沟通一下齁。本于前者因地制宜订定相关延期或分期缴纳的规定，
以协助民众顺利缴纳税款。既然你懂得里面的意思，你了解了哈。里面细述的财政部细述的很清楚，因地制宜，要协助百姓来缴纳他我们所订定的税收。我是这边吼有一个建议啦吼，是不是我们花莲县也可以比照宜兰县？当然你们所已经税单已经出去了，有很多我们民众也税金也缴了，那是不是今年缴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在明年的地价税里面把它扣回来吼？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很多公务部门就是这样啊，资料打错了，百姓缴了，好，没关系，你先缴，在下一期的税金里面来扣。我讲你们公家机关应该都是这样做嘛。那既然今年可以这地缴的部分，那明年来扣。我想机长这部分还是请你苦民所苦，好不好？好，这个是针对我们地方税务局的部分哈。那针对我们农业处的部分哈，我想吼，那前几天本席有提到，就是说花莲好山好水，那很多的百姓他有他的需求，所以说新建了很多的一个农舍的部分。那因为在去年九月份农发条例适度的调整之后，那我们整个公务部门的作业好像都停顿掉了吼。从去年九月份农业发展条例适度调整后，到今年的五月份，所谓我们的农民审查资格农地的部分，在五月份才开始运作，在七月份开始审查我们农民的资格。到目前从去年的九月份到今天，我们农民申请的农舍的核准只有四件而已啊。当然不是以件数多少来认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公务部门不能因为农发条例的调整，从去年的九月份延宕闲置到今年的五月份，这个机制才运转啊。我想这样外面百姓的感官是非常不好哈。我想哈，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苦民所苦，我们要为百姓做事哈，不能闲置在那边。哪有去年九月份农业条例调整后，到今年的五月才开始运转哈？我想这样是不对的哈。再来哈，第二点哈，我们农业处是以行销我们农产品为主，我想这个是我们的本业。尤其我们花莲是好山好水，又是农业大县，农业是我们的本。那我们花莲很多农民他很辛苦的种植我们所谓的一些金针啊、龙须菜啦、韭菜，这些都是我们花莲行销到世界各国一个强项的农产品。我想农业处这一部分一定要以我们推广我们农产品为主，把我们花莲好山好水的农产品把它行销出去。那再来，地价税调高了，农民 也因为地价税调高了而受影响。农产品没有调高，我们地价税调高了，我们农民负担也增加了。很多承租我们台糖土地的，还有我们现有地的、国有地的部分，因为公告地价调高，他们租金也调高了。我想部长你还是要多了解我们农民的心声适度的让百姓有感，不要让百姓感觉到我们政府就一昧的调高，地价税调的，租金跟着调，本来 3% 的要调到 6%， 后来在议会做成一决，调整到 4%。 我想还是那句话了，要苦民所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鲤鱼潭是我们花莲的一个观光一个景点。我想里面不管是它的动力的还是非动力的一个帆船的部分，还是电动，还是他那个脚踏那个油气的部分。当然这个设施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没有看到我们县政有任何的改变。那再来就是鲤鱼潭里面的水池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去了解？再来它里面的渔猎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适度的去补充一点？有没有适度去补充啊？比如说里面的大头鲢啊、草鱼的部分，我们农业处方面是不是还有没有要去补强的部分？还是说试办了一些我们比较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大家到鲤鱼潭来钓鱼，让把那个地方再炒热起来，让我们民众都可以接触鲤鱼潭，可以带动它附近的一个商机。再来
在今年的六月份哈，本席有要求我们农业处哈，跟我们国防部来反映，就是说我们的芝卡仙公园里面，尤其在夏天，我们在戏水人潮非常多，那可以看到马路上都是汽车林立哦，造成了百姓行进间哦的一个问题产生哦，是不是可以在旁边所谓的早期的我们那个林区的土地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可以一部分来请他来拨用给我们地方来使用，也可以解决我们停车的问题哦。我想当天到现场看到我们警方哦，警方的一个无理的一个对待哦，再来哦，认为说这个地方是跟警方哦没有相关了哦。我想处长，你还是要跟县长建议，他既然做了那么好的设施在我们芝卡仙公园里面，那停车的部分也是一并要解决哦。我想这部分要请处长哦适度时间跟县长来反映一下哦。那再来哦，再看到我们的工作报告里面，可能是连我看都不懂哦。就是说我们拍卖毛猪拍卖的投诉齁是36142头，那电宰的部分是37584头，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些是没有经过拍卖的，因为你拍卖的数字比较低，那屠宰的数字比较大，我想是不是一部分是没有经过拍卖，是有位所谓的人民请我们屠宰场来代工的部分没有经过拍卖的，所以它的误差有1000多头齁。那以上几点还请我们两位局处长哈适当时间跟本席来说明一下，谢谢。吩咐明言。大会主席，我们张副议长、我们秘书长以及花莲县政府两位局处的首长，还有我们媒体记者以及我们的同仁，大家早。早。首先呢、本席是要针对这个农业处哈，那么有几个重点了哈。虽然我们是有做过这个考察，但是针对我刚刚看到你们的这个口头报告里面的一个书面资料呢，那么游客的部分，你们只有芝卡仙有提供数据，大概是120000人，那你花了多少钱？今天总概况这边看不到你在报告的时候多少钱。但是呢，我们很确定的是，只知道在整个县长在行销观光的同时啊，事实上我们还是觉得有重南轻北的状况下了哈。那么芝卡仙投入的资金远远比你补助我们流花补助的这个900万啊，那么实在是相对的低啊哈。那么我想我们农业处还是非常的努力啊哈。那么据本席的这个。实际上跟各位做这个意见的交流，这一次我们获得东花基金给我们的5000多万啊，那么还是一直等待到今年啊的11月，现在才签准了这个5000多万。事实上在执行上是有让行政单位自爱难行的部分，是不是今年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花基金的这个钱啊，应该要这个时候就应该要送相关单位，这个核定这个计划它是永续性的哈，这个应该要跟中央的官员，我想以这个处长您跟他们的关系哈，应该是可以提早核定这些钱哈，让我们知道我们针对认真的农民、有机的农民啊，我们要带他们到这个外地去展出也好，或者说对于有机农民啊这些认真的农民啊，那么是不是能够？给他做实质上的这个补贴啊，这方面呢、还有赖于我们这个农业处来做配合。那游客的数字啊，就请提供一下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观光旅游处啊，昨天在这边开工作意见交换的时候，有特别提到 ITF 啊，就是国内的这个旅游展。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啊，因为陆客的减少啊，事实上冲击的是我们花莲县的观光。非常非常的大，让我们这个旅游的人数啊，那么可以说是下降啊，这个观光业者可以说是一片哀嚎。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哈，那么是不是我们农业处啊，能够跟观光旅游处啊做这个互相的这个配合？那这个中央的补助款是怎么样给我们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农业处是不是也搭配，因为有农特产品的展售
ITF 的这个展出啊，它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大概五天的时间，也是借用像台北的世贸或者高雄的这个啊几个展馆啊，他们把农民的产品呢带到这个地方去。那我想我们今天推广有机，也就是说这些农业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农特产品啊，你们要在相关的预算里面去支应这个部分来配合宣导。我想我们公光旅游处他们都做了，而且行之有年。我只是希望说我们多一点的经费，我想可能不用花太多，但是你却可以把农民带到台北，经过 ITF 的一个展售，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展示啊，没几乎是在台北啊，大部分基于他们的观光这个来的这个次数的人数啊，那么一天有30几万啊，听说是这样啊，就是说整个展场下来有好几十万的人去那边啊做这个展出哈、啊，让游客了解。那么他们也下了很多的订单哈、啊，让农民能够直接受益。那么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请农业处哈、啊，那么能够针对我们灾害的这个从宽认定哈、啊，也就是说灾损的面积啊，那么事实上你的口头报告里面，这一次灾损只有14.79公顷而已吗？只有这样而已吗？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据啊！怎么你现在有补助的话，我想这样问，因为很多农民啊，他们也曾经跟我们反映过啊，外农田被埋没了，但是在旅刊的时候啊。那么他绝对不会说你看到的这些被淹没了，其实他淹没假设是一分地的话，事实上他整个农田被埋没的部分呢、啊，有可能是差不多4-5分地，但是你核定的只有仅仅看得到的那个部分呢、啊，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要从宽来认定。既然我们上级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农损的包括它的整个产量的减少哈，这个部分从你的数据上来看的话，事实上农民的损失远远只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呢、啊，我们九合局针对我们整个西瓜的瓜农啊，那么他从拉古拉古西就是卓西那边一直延伸到义里大桥的差不多山干段那里啊，那么他现在不准农民去种植这个西瓜。那么咱讲诶，这有利鬼啊是想喝价，那这次显然的，如果九合局是因为我们议员的关心，包括啊这个政工所的反应啊，说这个要疏浚，结果这个疏浚呢，却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我们义里的瓜农，因为我都给你种西瓜啊，没有办法在秀姑峦溪的河床上面，那么去种植这个西瓜。我想，本来我们在疏浚这个部分哈、啊，从卓溪的上游清水那边开始，一直到下游，现在卓溪乡公所的附近啊，卓溪他已经不准，他已经跟九合局，包括卓溪乡公所啊，那么还有包括我们苏议员也讲，这个部分他已经不再承租给农民种西瓜，阿那伯西瓜糖好捡啊，因为种植西瓜本来就要非常大的面积，那么如果说从九合局今天的这个政策啊，显然是啊有意啊刁难我们的瓜农，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事实上你要疏浚的。经常在我们的议会哈、哦、质询的时候才要讲，你的疏浚时间防汛期要疏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开始啊进入下一个年度，在你防汛期5、6、7、8月的时候，这次是比较晚，都是8、9月，这个9月的这个秋节台风。那事实上我们是在防汛期之前，应该是啊这个5、6月的期间呐、啊、做疏浚，可是你疏浚也不是全段是疏浚呐、啊。那么像我们卓溪的那一条卓溪河，就是义里高中下面那一段，那整个河床都已经高到我们的堤防剩下1公尺，整个我们的那个清水公园啊，那边都已经淹水，甚至啊，我们义里堤防大桥旁边的这个农田啊，因为你水路的改变，让我们的这个农田啊，几乎是在我们这个以前的垃圾场上段，就是义里大桥下面的。往西的这个部分、啊、大概100多公顷、啊、全部就是这一次大家看到的渐渐米的部分、啊、都已经淹水了。这个部分啊，很多弄残了，真的你在割稻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我们当然会要求疏浚啊，可是你今天要求疏浚的时候，你是要有局部的，譬如说义里大桥下游的部分，大概2公里的地方不准种植这个西瓜。
但是再往下 OK 的啊，三民地区 OK 的啊，为什么说全面性的不让农民来种这个西瓜？我想这个部分有必要请处长跟我们九合局的局长哈，那么来做这个双向的一个沟通。我想这个九合局的局长应该是可以沟通的哈，我私底下了解他是一个非常豪爽的，那么也很愿意跟我们地方政府来做沟通啊。这个部分哈，倒是请这个农业处哈能够跟他们好好的说明一下。那么接下来哈，就是过去有经常在讲这个在各科室啊所发生的，就是特定农业区的一个农牧用地啊，那么各位都是用本府一农业发展条例施行细则的第几条规定啊，然后不准我们的这个农民在这个土地上面去盖这个整个地上物，那么甚至他有的可能是扩建，有的资材事实比较大一点，但是你说文道几日内，那么就要叫人家拆除，否则就是罚款。这个是几乎是审计室啊，这个针对我们这个农民的部分啊，依据这个农法条例啊，都全面性的去做这个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的过程啊，我想我们黄政务黄议员昨天有特别提到，啊，并不是以财阀为目的啊。我举例来说明哈，今天瑞穗特定农业区，我们花莲县政府已经拨了2000万做这个温泉区的规划。它规划在哪里？就是台九线以西大概将近600公顷的这个温泉区里面，它有的部分就是特定农业区。但是你都市计划的时候，它有7段的，有这个都市计划的，有住的，有这个商业区的，这个当然到时候都有回馈的比例。现在政府都在规划中的，可是你们是依据审计室的这个处罚条例，每一件都要跟他罚6万。我们讲，其实我说如果这个牵绊，你们跟相关科室联系一下，花莲县政府现在目前我们的建设处啊，正在牵绊整个都市计划的规划，你回文给他可以吧？不回文告诉他说，我们这个地区将来就是要规划成为温泉区，他就不再是特定农业区了。你还是一个法，你可以用公文的方式，我相信这个主计是应该可以接受的。但你都是承办人员，都是以罚为做最终的目的，罚了就是说啊，下次不罚了，一罪一罚，一个行政处分啊，不做两罚，事实上也有两罚的例子啊。等一下又违反地震处的相关的这个土地使用规定，然后你们这边就又是啊，这个违反这个容许使用。这个处处都在让我们的农民啊，要去负担这个罚款，这个罚款一罚都是6万，哪那么多钱啊？农民哪有那么好过啊？我们目前现在全台湾省这个低薪的，按照专家学者包括教授统计的，领3万块以下的只有70%嘞，以下嘞，剩下的以上的才是这个白领阶级。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请这个农业处哈，跟这个地震处相关单位，不要以罚为目的，而是可以用行政文签的方式，你告诉我们现在行政单位正在做什么，那你怎么要天天的罚呢？我想这个用文给这个审计室，我相信他也不会去追究你们的责任嘛。那么以上是本席的意见，谢谢。四位评议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各位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我们首先跟农业处啊来有一些意见哦。那该奖励的还是奖励的哈。本席十分肯定哦，这一次我们7、8月的西瓜田的苍蝇，好，比去年少了非常多，可见这个有意见交换、有咨询，真的是还是有一些功用啊哈。那这个部分呢，今年的苍蝇锐减很多哈，这是很不错的哈，值得鼓励。那另外啊，刚才这个我们处长在报告，我们种植植物在美仑山的地方有一些种植一些植物来促进生态富裕哦。本席想要知道我们到底种植了哪一些东西，因为去年的樱花实在让大家胆战心惊哦。去年我们美仑山种植了樱花，种植了1600棵，存活率不到半。
那大家知道，如果种植必须从小苗开始，好，或者是种植的时间、种植的环境，都必须有审慎的考量。当然我们可以说厂商那时候拍胸脯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县府也必须评估，不能光凭商人的一张嘴。好，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民众在反映，啊，我们不是种植很多很多樱花吗？樱花林去哪里了？那后来呢又说要有补植，那补植的状况又是什么呢？好，这一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公堂，所以呢希望在做任何的规划跟种植的时候千万要审慎考量。那尤其哦，像我们整个花莲县非常的长，那我们的行道树好，或者南北滨所种植的一些植物，还有我们的东大门的草皮等等，这一些其实绿美化一点一滴加起来，其实呢也所费不至。那也希望我们这农业处呢在做规划的时候啊，必须有完整的报告给上级长官知道，也必须呢能够去很清楚的了解植物的特性。我想这都是你们的专业啊，不需要本席再次的提点。那还有本席想要问哦，我们景观科管理全县公园的人数有多少？我们现在业管的公园数有几个？农业处。没关系啊，会后再把这个数据给这个本席哦。那另外关于有关农业残留的问题，刚才底部是有去讲到关于有机哦。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可是呢，这个农业的残留，其实有机它的限定非常的严格，包含附近的农田或者附近的一些田地都不能够施用农药。那可是大家听到有机呢，就趋之若鹜。那我们农业处在把关这个有机的时候，能不能给民众真的一个安心的食的健康？好，那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农业残留的一些农产品，事实上虽然没有大大的公布，可是坊间已经在流传。那农业处能不能够让这一些可能曾经有农业残留的农产品，让他能够洗刷他的清白的机会，好，或者如果这些有农业残留真的是屡劝不改，也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了解。也就是说前几天呢，本席有去有几个人问我说，你们花莲农产品哦，曾经那个什么米啊，然后有农业残留，现在状况是不是还可以吃吗？其实消费者对于这些东西其实很担心的，我们希望农业处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哦，可以能够更明确的一些感受哦。那另外哦，本席要提的是，因为今年的风灾频仍啊，然后也非常的密集，所以我们的农民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农粮署呢，在十月份的时候，其实它有公告了一个，只要你有种植事实，就可以申请补助的这个消息。那现在当然，乡镇施工所可能都已经勘验完毕，那可不可以啊？以后类似有这一种补助，攸关于农民的生计的这一些补助，我们要主动去积极去督促乡镇公所，是不是能够把这一些消息确实传达到农民的让农民能够明确的知道哈，免得呢这些补助呢没有办法去领受到，那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可惜哈。那另外啊，地价税，昨天在地震处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议员都在反映，我们宜兰县哦，宜兰县它有重新的评议，好，这个他们已经公布的地价。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哦，六都我们就不去计算了哈。那其他两县就是宜兰跟花莲，我们的涨幅呢超过了三成。那事实上啊，我们如果有稳定收入的人觉得啊，就是感觉又要多缴税了。可是像现在有很多观光业者，然后一些小贩或者是一些民众，他可能他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他已经非常大的压力了。结果我们今年的涨幅又那么的大，叫他们怎么生活得下去？那我们的几千块，可能觉得哦，
真的觉得心很痛。可是对他们来讲，几千块却是他们要去食衣住行的一些金额。所以这个部分呢，本席也希望我们局长哦，还是要这个提起勇气哦，跟我们县长反映，每一个议员都在关心我们这个涨幅地价税涨幅太高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仔细算下来，这个中华民国万万岁，真的是每一个人只要是提到缴税，那压力都非常的大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希望哦，因为每年的景气不同，尤其是今年花莲又以观光立县，那这个我们现在的经济不景气，或者现在的环境不好，那这个不是因为涨上去就很难下来了。那这个部分呢，还是要请这个我们局长在做这个部分呢，能够有一些反应哈。我们能够地方政府能够去处理的，我们尽量能够去做哈。以上，谢谢。施金树议员，施金树议员。大会主席，我们的敬爱的我们的张进副议长哈，在座的我们这个农业处，还有这个地政税务局哈，所有的哈所长跟科室主管，那我们议会的所有议员同仁哈，今天早上第一次发言，还有现场的可能这个敬爱的这个媒体记者哈，大家可能将近午安了哈。那我想本席就是就教育我们这个农业处齁，那我想几乎目前对这个不管是特定农业区还是一般的农业区的所谓违规超限使用齁，那目前我想很多我们本会的所有议员，很多议员大多数都在关心这个违规超限使用齁，这个被采伐的这个农地为做农业使用齁。那我想这个追究于这个，我想再从早期哈，我想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工业，那管制上哈，一般使用，因为当初的一个农业哈，那因为没有做很这个适度的一个引起就是做农的，我想做农是相当的一个辛苦哈，那我想这个收入也非常的一个微薄，但是呢。也当初也允许他们做这个仓库，或是说资产。当然，早期的农业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嘛，哈。那所以说，一般就是仓库，或是说放置一些农业的农地间、工地间，他可能听得懂。那我想当初的一个允许哈，那我想就是造成今天很多的这个一个过度的一个采伐哈。当然，我想就是一罪一法。当然有很多一个真正的一个农民哈，那做了一个仓库，甚至于这个资材是农地间哈，做一个哈也这个采伐，但是他们也就是，也很无奈哈，就是接受，但是呢，真正有的懂得这个这一些那个，我想我们这些农业真正从事一个农业的哈，不管一般农业区是做特定的农业区，从事这个农业的生产。那有部分的话就是不见得是种大米，甚至于有的种一些水果火龙果哈，甚至于其他的这一些柚子，甚至于其他的这一些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果类的东西哈。那大家都知道果类的东西往往很多就是因为目前有一些这个甚至于这个动物啦哈，这个野果甚至于跑来的这一些猕猴，甚至于其他的，甚至于还有，尤其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还是说其他的哈比较无业游民，甚至于会摘啊，所以他们就用一种活动式的，就是说往事哈，一个有一个内外，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农业稽查小组，我们的水土保持科哈，那可能是因为新的科长，那可能是因为他也没有实际从事这个农业哈。那也没有实务的经验了，我想是练了很多是没错，但是实务的经验实在是很差了，那就是一种很严苛的去现场的一个这个去会勘哈，那就那个不只是这个态度上加上这个哈，好像一板一眼，曾经我接到很多的这个服务案件哈，我也曾经我想这个我们的处长副处长。这个都是经验比较老道甚至于谁是样俱佳
那同时我也知道是处长是从我们这个农这个农农业实验哈实验过来的，所以对这个这一部分哦，可能我想你这个法令的规定，甚至于在这个咬文嚼字上面，但是跟实务上的有一些落差，甚至于我们的我们农业处，甚至于在行政院农委会在开会，包括这个立法院，甚至于在对这个管理上的一个哈管理规范的一个修法上哈，我想我们还是以实际上的一个做一个实地的一个跟他们做一个实地的反应。我想这个文字上这个修这个规范上哈，也不要就是说那个不懂得实际跟实际上的状况有落差，但是呢做这一种文字上的一个文字上的提上哈，文字上的修正哈，我想很多有必要。当然让基层的工人，基层工人在依法办事，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跟实务上的一个落差哈。我比如来讲，我想我们坐高铁都曾经有看到嘉南平原，嘉南平原很多都是从自己像西螺这一部分全部都是那个蔬菜哈蔬果，甚至于有的都是稻田。那稻田的话，嘉南大径从早期从陆地时代到目前，有的部分是因为加了那个水径哈，因为这个经过了一个农地重化，甚至于经过其他的一个外来因素去破坏，或许甚至地下那个，因为我们的气候变迁，甚至来大风大雨来了很多，但是平常的时间这个水库或许是乌山头水库，蓄水不够，所以嘉南大径就没有办法这个灌溉哈，就没有办法上面的水无法下到下面，但是很多农民就是为了要反正要水分嘛哈，要养，所以就这个打这个井，但是井的话有时候都是这个抽水机。抽水器一台上好几万哈，五六万、七八万甚至一个井，那就是用一种砖块去贴的哈，那这个算不是固定的一个基础，没有办法，那个要一个砖块，甚至弄个门呐、啊，他怕这个抽水器丢了。其实云林县嘉南平原甚至都允许，但是我就是用这个比例，我们花莲县甚至农民也很聪明，他自己用这个活动式的后柜哈，还是都活动式的，但是活动式的如果在我们的严格来讲管理这个就是规范里面非固定式的基础，但是呢我们花莲县政府我们的这个水土保持科我们的这个科室他就认定这个也不行，那很多啦哈，现在我们的农民你说一下子那个运输也蛮贵的，那个种这个蔬果要不要回料，那回料的话你运来，而且现在的农民都七八十，都七最少就七十岁以上了。这个肥料哈，一包最起码，市长你也知道，25公斤。我的扛得动吗？甚至你搬到家里，又再搬到田地，那田地万一说刮大风、下大刮风还是没有关系哦，下雨，那个肥料是不是会流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农民这个放肥料间，甚至工具间。但是它也是一个活动式的，你们就论定它是说这个有这个基础，包括这个围里这个塑胶网围网，你们把它这个做论定，都是动不动就要采伐，我觉得是个这个过度的这个严苛过度的这个采伐，不是刚才我们潘汝明也、黄忠也、很多也都，我们不是以采伐为主，我们是以劝导，甚至于就是。辅导他们，从事尽量就是辅导他。我想，身为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我们是认同。但是这种过度严苛的咬文嚼字，动不动好像一张文章一个字签下去就采伐，我觉得这个好像让这个收入微薄的农民哦，非常的负担的负担，甚至产生的民怨，我想对我们整个花莲县的农业发展。对我们花莲县的观光，对我们花莲县的五星级的县长，这个给人家跟农民很多的一个抱怨，我想不要在这个法令上，主要你不违法不去得到农民的好处，能够让农民能够生存，这个有时候这个你文字上的一个法令法条上的论定呢，跟实务上的有一个落差，我们有务必要做在这个灰色地带，在模糊地带的话，尽量能够给老百姓方便，尽量能够以辅导、以开导，
尽量以帮他们为主，不要是一个一个字发下去，一张红单发下去就以拆还一下交差了事。我觉得这个是千不该万不该哈。我希望我们这个一个专家一个处长还有我们副处长很多提出这个比较老练的比较经验的哈，我想跟我们这些老弟啊哈，这些学弟啊，不要说今天干到科长哈，就好像觉得好像说这个高高在上哈，不可一世哦。有时候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哈，这个很要不得了哈。本席在此呼吁了哈，我想如果在这个我想哈。在这个过度的采华，我觉得不只是农民会反抗啊，甚至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也会跳脚啊，试试看了、啊、哈。那再来，我说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水土保持啊，那实际上过去我们不只是整个台湾这个四季如春呐、啊、哈，人家说风光明媚啊，但是台湾世界最有名的，我要就教育科长说，不是只您几整个，我刚才看到。好像写的理由哈，写的好像非常文字好听啊，冠冕堂皇的说，这个山坡地哈，保育利用的管理水土保持维护，演绎的水土保持荷花这个证照的荷花山坡地可利用限度限定公告等相关内容，借由刊登报纸、布条、跑马灯各项制的先导会及各项业务的会刊。进行各项的业务的先导，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是山坡地保育观念，孙子伦心呐、啊，共同保育本县良好的观光及产业的发展环境，依系本县的绿资源之无尽的资材哈、啊，是天山绿水常在。那这样的话是蛮好的哈、啊，花莲把花莲好山好水，花莲一片这个哦、啊、山明水秀。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花莲，我想这个蛋砍蛋花哈，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于，我想我们源头，我想，不只是光说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我想我们这个极端的一个气候，但是因为就是受到一个过度的开发，工业过度的一个发展，甚至于当初的我们的水土保持观念也不是做的，从源头的，因为。从管桃浦之后，然后在中下中游下游，再做一些什么南沙坝哦，那个我想这个管不积极，甚至于我们的平地哈，平地的一个造林，甚至于平地的一个蓄水池，平地的一个平地水库，加上我们的高山的水库，加上我们台湾早期，当然有部分的话，当初早期的政府因为过度的开发，过度的一个滥砍，把我们的这个台湾最有名的这个块木哈，过度的砍伐都锯掉哈。世界最好的木头，我想很多，我想当然处长知道了哈，是块木啊，块木有分成红块、跟扁柏啊，是世界所有全世界哈200多个国家拿不到像我们台湾那么好的木头。更注意，我想造林，很多造林都是目前都是好像说，这个好像算拜拜式用户的哈，这拜拜式其实。我们农业处哦，我想处长也专家跟我们的这个林务局哈，农业单位哈，我想我们林务局做比较速度过程，在花莲县早期让我们知道就是哈伦哦，这个林田山什么全部都是好的一个块木，当然我们的造林是不是能够尽量采取速地速种哈，采取速地速种，台湾有那么好的木头，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哈台湾当然台湾榉木。台湾刚才我讲的块木，甚至这个那个那些这个很好的一个木头哈，甚至于什么香山呐、啊、哈，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乌心礁哈，事实上目前我们的这个靠近沿海岸的哈，其实那个黑心鼠，它的韧度强度都很够，所以我们的台风气候变迁呐、啊、哈，所以我们的这个。造林啊，不是说好像说拜拜的时候随便造林，是不是把好的一个木头哈，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台湾还是一样保持的青山绿水啊，所以不是用这一种光只是好像说是这个那个挂招牌挂什么，其实很多农民都懂得这一些的栽种的选择，甚至适合台湾的这种气候的变迁，所以。本席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些农业单位，这相关的科室，我们要多懂得一些，好不好？
那我想也很多哈，在此就只有向我们的农业处也就教做一个探讨。好，谢谢。尤美议员，长前阵子的爆发这个里面的里监事啊，这个所以这个暂时的聘用这个总干事，这个农业处长有没有深入了解到底我们辅导在哪里？现在市场的蔬菜还这么贵，本席所知道里面的里监事很多本身不是农民吗？那我们的喊价用标售的方式好像也跟北区一样，中南部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书面跟我回答，我咨询继续会咨询啊。到底农民是不是有里面很多？他们说我们的化验检验都是当地的吉安乡以南还有花莲市的农民需要检验，那很多里面的菜农果农他本身就是一个中盘商，套炸来他家根本不用检测，前一天的都要检测，这公平吗？是做一个调查给议员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里监事里面是包括里面的中盘商完全不是生产，或是里监事都是生产商，都是农民，辛苦的农民，那这不对等的关系，农民又要检测，第二天标售又不一定很如他的愿意所一个标售的速度之快速，或是他还要身负检验，那很多盘商呢半夜就把蔬菜弄进来了，不需要检验，第二天就大卖。这个你看前阵子也是这个秀林渔会，这那么发生那么多电视上报的那么多的事情。到底这个辅导在哪里啊？不服辅导越辅越多问题啊！我想知道是这个我们的果菜市场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的检测是不是只检测我们的农民啊？那盘商里面也可以干里监事啊？这个、啊、我要组个专案来调查、啊。还有一个这个肉品市场哦、啊，一年杀了3万多头哦，不知道104年到你刚市政报道里面有写哦、啊，你可知道一个杀猪的是我从小的朋友，一个月薪水不到3万块。这次的川普会得到这么多数的，大家也知道农民的权益抬头了。整个花莲县一个人要一天杀200-300头，一个月薪水不到3万块，这是离谱到家啊！我想这个县政府有关单位要注意一下。还有西瓜专业区，刚才从玉里我想一直到中区都发生大问题了。西瓜专业区是不是要把它规范出来，一直到自学？因为这个西瓜呢，在九合局啊，一直把它规范它的行水区域线，是不是太过规范太多？好，就算你规范太多，必须告诉我，西瓜是短期的作业，是不是台风一来就可以把它吹得荡然无存，会影响行水区线吗？啊，它有它的特色在，它并不是像树林、树枝或一年的长期性的这个植物啊。这个如果这个九合局一直规范它的行水线，只管州官放火，不管百姓点灯，把它规范了几百公顷，通通没办法种。到底它是列属短期作物，跟易脆台风一来全部吹光光，它会不会影响到行水区线？所以这个规范部分是不是要详加考虑？这影响到啊几千户的农民，几千个家庭，啊，我想这个也是可能要组一个啊。专案来好好来讨论这件事啊，要赶快！一些农民一直被规范小了，那特定农业区所谓变的温泉，还有吉安乡的南海一路到十路，还是特定农业区，枝嘎先出来了，南东西向横向道路也出来了，非都土地使用管制有没有去讨论这部分？整个这个南海一到十路，还有刚讲的温泉特定区，那是我们公务人员怠惰啊！都市计划跟非都土地使用管制从来没有横向沟通过，老百姓早就在那边做大理石加工了，还在罚，一罚6万块。我讲了，你们这个所谓的区域计划法也是一样，县政府自己土地100-200公顷，你真的有做特定农业使用吗？要不要罚自己啊？胡子先刮一刮自己再说，我的中心不一堆，那还有很多这个现有土地也好好去规范它吗？我想啊，农业处这部分呢，你主管事业目的地呢，不要一直叫地用客去罚，而地用找你去罚，你还是要给大家检讨的空间。转型正义的呈现，就是公部门来不及变化，老百姓走到前面了。温泉特定区当然比特定农业会它的很多的机会数比较大的，那你这个农业区的规范跟中央的农委会认定是不一样的，
乡下是中央来规范吗？所以还是必须回到地方自治啊。所以地市法还有这个税监处啊，今天联合报头版，宜兰县已经愿意来检讨，花莲县呢，还是横向沟通一下哈。以上报告，谢谢。陈建忠议员。我啦，谢谢。谢谢我们大会主席、正副议长啊、赖秘书长啊、两处的啊、局处首长啊、各位同仁，大家好。好，我想跟我们农业处做几点的意见交换。第一点是，我们这次的台风我们南区可以算是一个重灾区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道路产业道路是农产品这个损失非常的大所以请我们农业处呢积极协助我们南区的一些产业道路的这个修建因为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应该是灾修应该是要抢通先抢通，但是到现在有些山上的一些道路都还没有办法抢通而我们农业处呢刚发生这个灾害的时候也不要跟上级说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会变成我们这个义里的小贱贱被你们打脸了所以这个灾害的这个严重性应该再做这个详细的调查之后再跟上级来报告这个不能随便的来跟上级报告说我们这边不是很严重尤其是这个稻米刚好它是开花的时候，所以这些稻米的一些灾害非常的严重就收割大概只有五六成所以这个非常的严重有很多的农民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有这个灾害了，所以过了这个灾害的这个申请的日期那让这些人要怎么办？有没有补救的方式？我们农业处能够积极的想办法好不好？很多的农户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稻子原来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没有办法这个节税，现在割到了才知道。有的只有四五成所以这个灾情是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有关我们义里地区的稻米的价格的问题常年以来我们的稻米价格总是比邻近的江镇早了一两百块，所以造成我们义里地区很多的稻农都把那稻米送到隔壁乡镇，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农业处能够好好的探讨好吗？好不好？这个稻米的价格问题对一些第三点我们农业处有很多的工程延宕所以对这些不良的厂商我们农业处有没有什么惩处的一个这个措施呢？本席提的这个蓄水池从前年提到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做，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年底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的工程是这样子做的吗？我希望我们的农业处对我们这个这些厂商看有什么样的惩处，我们要积极的给他补救第四个我们刚刚很多议员对我们这个建议案有很多的意见我们的建议案不是随便写的，
但是都是人民的托付啊！你们这样子的漠视，我们老百姓怎么办啊？他们的权益怎么办？所以我对农业处啊，这次真的非常的感冒啊！只提报了45件，到底完成了几件？哦，所以希望农业处啊，被我们议员所提的案件啊，能够予以重视。至少你要告诉议员，现在是进度是怎么样？我们因为太信任你们了，还以为你都已经做了啊，结果到年底一件都没有做。所以对农业处真的非常的。还有一个啊，是我们的农村再生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不是会延续？我听有些单位说，农村再生以后是要我们花莲县政府啊，地方政府来承办是吗？以前是我们的水土保持局嘛，这应该是不太适合啊、哦。至少也是我们这个农粮署，不是跟农业有关的单位来办这个农村再生才对啊、哦。所以是不是啊、哦、这个农村再生的计划啊、哦，那明年度是不是由我们的这个农业处来承办啊、哦？请说明。那最后一点啊，我看到你们的这个产校班的辅导与管理啊，我没有看到跟原住民有关的产校班的一个辅导。这个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产校班啊，难怪他们都在抱怨我们农业处从来不下乡啊，跟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稻米产销班，或是竞争产销班、其他产销班，做一个辅导。那何况是行销这方面，根本是没有在做接触啊、哦。所以，请我们的农业处，哦，积极的来辅导我们很多原住民的产销班。那针对我们税务局这边啊、哦，有很多的农田不是没有税吗？怎么会有地价税的问题啊？请说明。庄志才议员，啊，谢谢大会主席，我们张副议长，还有两局处所长，两处的各科室主管、不会同仁，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的了啊！现在有一个建议哈、啊，我是一个弱商的哈，当中他扎地的时阵哦，这个地啊，是要扣税金的。啊，我这只地本地头有3000块，但是政府扣税金头有600块，所以当时早期啊，这弱商啊，因为税金这么重，有干拿碳税金都不得了，所以早期土私宰非常的猖獗啊。当然啦、啊、哈，道高一尺，魔高魔当高了，对了，就讲有人私宰，但是要招税金，咱管政府冇一坨，专门查缉的哈、啊，就是把整条猪哈都涂了红红的。就是讲，迄硬色啊，硬到规只地，包括地卡啦、地头啊，硬到好哩，你没有办法施宰。就算你放在当时，就像我台顶只地啦，我一头只是施宰的话，我就拦你来地里啊，可能查袂出来。但是管政府冇一头啊，我规只地的回来往个暗啊，你就没有办法去施宰了哈、哦。所以因为早期为了要阻止施宰，所以把整头猪都涂的啊，硬色又涂个红红。但这种东西可以吃的啦。但是因为有迄个农产品无扣税金了啊，包括我们屠宰场开始用电动屠宰以后啊，那这个私宰金就没有了啦，已经没有在私宰了啦，因为无扣税金嘛，那容易做观光鬼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新的屠宰场以后，我们有住在场，有在场那个兽医有检查土体，也就是合格的，他才跟你哈、哦、盖章。但是一样的盖还是盖的满头猪都是的啦。我就这个进步，我来容易出建议一下哦，因为咱食物件蛋白时代进步的一挂消费者，当然提高伊的水准。规只你涂到红哦，有的消费者看到红的哦，他就不想吃，就不想买。那是不是我建议一下？因为现在你的涂到没意义了啦，
较早是要为了阻止人私宅哦啊遭税金，所以煞甲规只伊拄啊，拢规个拄甲红红。但是即嘛无啊，即无人私宅啊，只是因为检查合格的话，他都盖一个章。以前是税金，现在不是盖税金，他现在是盖合格，就是卫生检查合格通过了，盖这种章。啊，这种章我不反对你盖，不反对你盖，因为证明是我有这个问题猪肉，这个问题猪肉是合法的，是经过检查合格的。哦，我消一下，那边靠红心没关系，我不反对，但是不要整条猪都盖了，只盖一条就好了。像背部，因为背部它背部黑的油我较高，几乎做伤都把皮拿掉，那不妨碍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啊改善一下，那土里就盖一条就好了，不要整条猪都盖。这就建议，谢谢。苏中亮议员，大会主席张会长、秘书长、两处的处长跟处里面的团队，还有我们议员林氏先生，还有媒体先生，大家平安。我这里跟农业处哈有这三点哈这个交换意见。第一个是这一次一心农会105年度。办理了一个稻米的一个比赛哈，就是一个评比。那这个部分呢，我也收到了这个邀请函，那就是在一心农会的礼堂所办的稻米比赛。结果我到现场了之后呢，我是抱着一个非常高兴跟兴奋哈，因为我们竹溪乡的稻米每一年都参与这个评比之后的一个成绩啊，都是在前面然后都有拿到优等，也有都是前三名都有。而这一次好，我真的很失望，本席真的很失望。为什么？我们在会场里面有竹溪乡乡民在里面做，但是我看到的评比的个人没有我们竹溪乡。后来我就问那个推广股股长，我们竹溪乡为什么没有报名？他回我一句话说，因为竹溪乡没有风干机，来不及来做一个评比。请问竹溪乡的稻米优质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好，农民的智慧在培育这个稻米也越来越跟进。我在这里请求这个农业处哈，能不能竹溪乡能够补助一台或是两台的风干机？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个因为我们花东地区是地理环境上的关系啊，这一次的台风哈，这次的台风让我们南区重创了，不管是县道也好，还是农路也好，尤其是稻米。又是水田，没有错。中央公告的标准哈，0.01公顷，就是流失的部分是10万块，淹没的是5万块。好，在这里也请求哈，这个农业处询问到农粮署，因为我们东部地区是因为地理环境上的关系，不要比照别的县市。让我们东部地区能够补助的标准能够提升，我们就可以看看哈，我们农民，尤其是我们竹溪乡，做了一分地，也就是一年的一个生活费用。稻米是一年两次，你给它淹没了、流失了，也换句话说，一半的生活费就已经没有了，更何况补助0.01公顷才10万块，那个是流失的部分，淹没呢是。0.01公顷才5万块，这个5万块而已，请问可以这样子补助吗？好，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肥料的部分，我知道从4号一直到39，啊，当然是有5项有几号的一个肥料，每一包为什么每一包就让它全额去给它补助，不是很好吗？一定要每一包。至少我们农民要付200块、20块都有等等。这个是肥料部分。再来是肥料有1号的肥料，好，1号的肥料，
农民讲说一号农粮署那边还不开放，那现在就说哈，我刚才前面有说过，现在农民他种植这个稻米是越来越跟进，为什么不把一号的这个肥料呢不开放呢？所以在这里也同时在这里也请农业处询问到农粮署，这一号的肥料能够开放，让我们农民的稻米能够品质和优等。好，最后一个，我记得五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农业处的副处长哈，还包含花保局的副局长，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竹峪乡乡公所也讨论了有关于西瓜的部分。因为我说真的，西瓜哈，如果说环保局有所一个强硬的动作的话，我相信国有财产局的土地也好，或者说私人土地也好，应该是不宜再种西瓜。于是我们环保局没有很强硬的哈去处理这个方案。为什么？环保局在1994年他自己公告的50条规范，这个规范，也就是说，你一次、两次、三次，我取缔你，再不改进的话，我就要询问到国有财产局或者私人的土地里面，不得再租用，也就是说不能再种西瓜。就是这一点，我们环保局没有做到，包含农业处这个两个单位哈，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跟联系。好，至于上一次，我有跟副处长有经历过，在乡长室嘛哈，副处长应该还记得。我就请副处长回去用内签，内签什么呢？要一个规范的一个实施要点。凡是在部落里面1公里内不得种植西瓜，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自己内签，好，你自己内签，然后用一个实施要点，实施一个办法，你自己把这个办法跟要点，它规范里面就在部落里面1公里内不得再种植西瓜。我记得我在乡公所服务的时候，我曾经也有收到一个公文，在500公尺内，那当初的是局长，是农业局局长，是杜丽华吧？哈，对，应该是，我记得是杜丽华，他有内签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要点，在部落里面，在500公尺内不得饲养鸡、鸭跟猪，都有做到。而是现在从去年跟今年，我本席在这里，我对我们竹峪乡的环境，尤其是种植西瓜，我非常重视。到现在有没有在执行？没有，真的我很失望。我对竹峪乡乡民真的很抱歉。这个因为碍于行政单位的一个配合之下，我没办法做到。真的，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你行政单位更要检讨。真的，所以说这个七块哈。这个用书面回答我哈，我相信当初我跟副处长说明了这个议题哈，我相信没有做到，没有关系。但是明年种西瓜哈，不要再有，哦。但是你这个实施要点里面一定要让我看。以上在这里报告，谢谢。徐学义议员。好，谢谢副议长啊，我们的赖秘书长以及。那个两级处的所有的政府官员，还有我们议会同仁、媒体记者先生，早安。我想就教育农业处这个区块里面呢，我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农业处能够跟乡公所的能够配合度好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台风还是灾害的之后的一个复查，我们的时间是不是能够缩短呢？以及我们这次的几次的台风的侵袭。让我们的叶菜类呢，到现在还是居高不下哈，因为我们都有在买菜的人，所以我们都非常了解。现在的高丽菜一斤还要80-90块，茄子还要一斤是120，所以这样的一个菜类呢，如果说在我们修这个减负的同时的一个时间能够缩短的话，我们叶菜类大概20几天就可以收成了，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在灾害的一个举报的同时，然后在我们去复查的这个时间缩短以后，我相信我们的叶菜类现在还不用那么贵哦。
所以这个我们政府人员应该是要协助地方，让我们的业菜类跟我们公所的一个检验的同时，这个你们去复查的一个时间能够缩短以外呢，让我们的业菜类能够非常迅速的能够供应到我们的市场里面，所以我们的业菜类才不用那么贵，到现在还是那么贵哈。还有就是我们在检验的同时，很多刚才我们也有议员讲到的，外地来的这个业菜呢，是在一大早凌晨就已经到了，那我们的官员呢，在检验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有在现场？应该是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有一个空窗期，让这些业菜类外地来的那个业菜类呢，他必须通过我们的检验，但是他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已经进来了，没有人检验的同时，这个菜呢已经到我们的市场了，那我们百姓吃下去呢？这个谁来把关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农业处呢跟卫生局一定要做好把关的一个动作，而且现在呢食安问题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检验的同时已经到市场去了，而我们去消费者去买了回家呢，如果没有做好一个处理，是不是已经每一个人都吃进了肚子里面哦，造成我们的伤害，我想这个希望我们农业处这边跟那个卫生局呢能够来做好一个平台。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果菜市场，我想我有打电话给罗处长你，因为在拍卖的人员并没有上班的同时，好，这些你也跟我讲说那天下午也有进入拍卖场，并不影响我们的检验，那我希望这种事情应该不是一两天所发生的，这是长期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农业处这边有去做一个了解这里面的营运当中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也希望说，虽然有些理事好像有一点问题的哈，也希望你们深入了解，我们也不便说的太多哈。这有关于我们的食安问题，而且百姓的这个食安问题也在你们的手里。然后很多的因为检验人员受恐吓，然后因为检验出有残留，但是公布出来的时候是必须销毁的，这些菜它就必须销毁，那以及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受到压力，因为本身的菜农有些是理事，所以他们这些拍卖人员会受到压力，还有这个检验人员，拍卖人员是没有检验人员的这个检验的出他的一个农药的一个残留，所以呢这些理事呢有些是我们的菜农，所以受邀的就变成我们的这个检验人员呢，他有压力了，有压力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是要把关好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早期我们农业处去做的一个景观台，那其实很多年了，有些是损坏了，是能够陆续的去做一个整修跟补修，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你景观台做的那么好。然后万一说有人跌倒或是什么，就因为我们的那个板呢已经有腐蚀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个农业处这边早期我们有做的有一些资料，是不是能够去做再做一个复查，让这些景观台能够维护好，然后不会发生危险哈，这个是蛮重要的。再来一点就是说我们畜牧业呢，现在有我们的小地主大佃农的这个大专业的这个农地出租的问题，然后呢很多现在都做小地主大佃农的，然后种一些这个薏米的一个青稞，那可以说是这个响应相当的好，尤其是在养这个畜牧业的，他们说他们的产值量呢，他们的牛奶呀、啊、哦牛奶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青稞的薏米呢，容量呢这个产量呢增加哈、哦、他们也真的很高兴，然后说因为我们的小地主大佃农的一个大产面，让他们的这个畜牧呢能够蓬勃啦哈、哦、也就是说畜牧的部分呢早期的量这个牛奶量没那么多，但是自从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稞的这些大这个玉米的这个量呢增加他们的产量，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的休耕的部分哈，其实可以供应给我们小地主的这个大业农
农承租的土地的这些人能够使用，因为毕竟这个是大面积，然后他们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机器是大型的，所以以其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多推广，让我们的这个休耕呢不至于那么多，让我们的土地呢能够加以利用，让我们的土地呢发挥到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呈现哈、哦，让我们的这些畜牧业也好，其他的养猪的也可以都能够适用到哈、哦。那我想这个部分呢非常的不错哈、哦。还有就是我们这两三次的这个台风的灾害之后的一个农路呢损坏的非常的严重，尤其是我们山区的地方哈、哦，水莲、叶梅啊哈、哦。还有米站啊，这些是不是能够我们请我们农业处呢，还有我们的建设处呢，结合赶快来做一个补修，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呢，在他们要到田里工作的这个道路呢，都能够很快的来进速哈、哦。尤其是我们这个水莲要到我们这个凤林的，还有到我们寿丰的这一条道路，时常的这个崩塌非常的严重。那这一次呢，只是抢修部分哈。哦，但是没有办法呢，以让我们的这个村民呢出入方便，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区块里面呢，农业处也能够尽速来做一个处理，帮忙协助哈、哦，让这个道路能够尽速的畅通。谢谢。有没有议员要补充发言？林秋美议员。我缩短哈，两位局处的处长，还有各位议员，还有旁边的媒体先生，朋友，大家好。我有几件事情想要请问一下农业处长哈，针对我们大地主小佃农，他现在已经是转型了，可是他延续还没有完成契约的那个农户哈，他们有打契约，可是他们那个农粮署的补助款，第一期的补助款到九月份都还没有下来哈，现在第二期已经快要结束了。那不知道这个补助款为什么会延宕的这么久哈，这是一件事情。还有针对农业处这个部分哈，因为我们原住民是靠山捕鱼靠山哈采收那个野菜的一个民族哈，我们是靠着天然资源生存的一个民族，靠海吃海哈。那我们现在保育类的部分哈，因为我们十一月份阿美族跟山地原住民是不一样的，我们十一月份有一个很大型的文化祭典活动，那就是捕鸟祭。可是你们的捕鸟祭只能限制，譬如说我是住在吉安乡，你只限制我们只能到寿丰。可是这是不符合我们文化祭典的一个范围，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今年哈？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申请简化了，可是在这个区域上，就是说我们捕鸟区域的部分哈，不要只局限于林边的那个乡镇，是不是扩大整个花莲县，让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哈？因为我们也很懂得保育类，我们也很懂得保育概念哈。我们不会在那个小鸟生产的时候，或者是怀孕的时候去捕捉，所以十一月份他们是没有生育的那个时期哈。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农业处看看，可不可以变更今年哈，不要受限于这个区域的部分？还有我们的那个。十年后哈，我们看到我们美国总统哈当选以后，其实中东的那个未来的趋势会非常紧张哈，那也会是我们粮食大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哈，我们是不是因应十年后？我们现在花莲县是有机的那个推展县市，我们现在就来想一下，花莲县是不是要怎么样来推展有机很好的粮食，然后让我们的农产品，让我们的农民更多的收益哈。还有针对我们那个地价税这个部分哈，请我们那个税务局的那个局长哈，看看，因为宜兰都可以更改，是不是我们花莲县也比照他们来做一个检讨哈？以上，谢谢。好，开会时间到，会后请农业处地方税务局就各位议员的意见做详细的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九点进行县府建设处主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